阿弥陀佛，大家晚安，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解脱吧，解脱。啊，圆中郎这个袁宏道的解脱集还有印象吗？啊，可以看我们相关的这个一起读啊。他指的解脱就是解脱观止啊，虽然他学佛，可不是讲学佛的解脱啊。难怪他身边第一乘，世间习气才生。还有，别忘了袁中郎比我年轻啊，就挑起啊嘞啊，我还比他长寿了。你不要以为他是古人老人家呢啊，所以假如你跟他一样活到44岁，我还超过他嘞，就挑起嘞，你年轻的还有机会，我是没机会了，是吧？所以啊，不要倚老卖老，不对，倚年轻卖年轻也不正确嘛。啊，那在解脱之前呢，他还有锦凡几嘞啊，过了一帆风顺的人生是吧？锦绣人生呐、啊。那我们看前面有没有锦凡几的那个文本啊？那个竟然开心之窗，找一下啊，将近之锦凡几的。我们前面是读这个李四常说，我们就用那个吧啊，嗯、啊。诶，那就用这个还不简单？根据这个版本去改了啊！你前面读过一遍了，我想网络上应该还有它的版本啊。嗯，这个我们《锦凡经》者，它是这一个吗？《锦凡经》的，对啊。那我们就要大圆满啦，功德圆满，就要准备进入课文啦。别忘了江敬之是谁啊？江寅科敬之，敬之是他字啊。那古人都是这样，先写名再写字，所以叫明字明字。那你看，我们读那么多干嘛？叫罢休营？当然不是啊，雷师配中圆满了啊，是这个吗？所以现在范围还在什么作者简介嘛？不是作者了，超过了雷斯佩圆满了啊。可是这个嘞，皆非干事人是谁的话？是不是太贱了啊？江寅科，那江敬之、江寅科又是谁？你看，哦，是不是？根本就他的话嘛。啊，这个是什么话？锦凡几还是那个解脱几？应该是解脱。哦，又续约，对啊，这个锦凡几呢？哦，哎，与解脱几，解脱几啊，解脱几，解脱几系。那是解脱几，我们这里也给它做一个。哦，既然解脱几我们刚好查到，所以它这句话皆非干事。对不对？此外，还可以参考这个，这有些东西皆非干事人，所以我们整理过了，所以绝对出得来，只是怕它里头有一体字。别本参见，对不对？哦，这是一个版本嘛？哦，那这里应该一个，这个呢，这个是什么序？申请呢，应该也是谢托起。我们这里看看谢托起真情实境。对啊，情真而静实，真情实境流出。爱情真而静止，流出啊。总之是真情实境流出，对不对？
这也是用凌云馆。这是什么文章？又续约，那也是谢托集的嘛。那这个查一下，流出，查流出就可以了。你看，那样别本参见。这是谢托集元序嘛？那也不好去布置，这里也要别本参见。申请资金也不错啊。你再回来看那个香花吗？课本，最后嘛，还有这样。江金枝他自己也承认他们是朋友啊，是不是？那元凶应该用别的，不能这样嘛？哪有那冯子恭是谁不知道啊？江金枝还出现两次呢。对，那这个注释给他贴过来了，37、31。那方子恭呢？我们到时候读课文再查方子恭是谁，好不好？这里读过，第八集有没有？所以我现在做这个也蛮不错的啊，可以让你知道第几集讲过了啊。我们第八集，我那时候完全没有这个 sense 啊，对。所以原来锦盘棋啊，现在要读锦盘棋就会有了嘛，是不是？应该都是挂的人，哎呀，真是头次啊！原来这一位先生还把他的集子拿去刊印呢，哎，方子恭，所以这个教材虽然那么巨大啊，还有很多你觉得可能不相干的字啊，25000了啊，25000，可是你看资料还不错吧啊，所以今天还有学生问我需要每个字这样子，你看你花的时间绝对不会白费，皇天不会负心。像之前你花那个时间读，哪知道又抓到方子恭了，你看。那时候我们在一起读还没有 sense 呢，虽然我教过这个那个什么虎丘棋早就淡忘了啊、你看那个我们是要抓他那个啊、哇，这个有点秀逗秀逗。网络啊，我可能在上传嘛，对不对？家里的网络怎么又不太顺那样啊？现在在上传。刚刚我们来一集30集，现在是31集，这里有差。那个是注几啊？你好看，将近是31，来吗？你点两下，它就会到这里了啊、滑鼠点，我想你看得到荧幕上的黄点啊、圆圈啊，红圈就表示我已经点下那个滑鼠左键。可是他方子恭他反而不注视，对不对？对啊。你说这个贱不贱？对不起，我用俗话重一点，我们就 easy。你这里给我进注出将近之什么人，还特别给他介绍了。那你这里为什么不讲这两句是江静之的话嘛？那这一句是什么？雷斯佩的嘛？雷斯佩你可以说啊无关啊，课文里头讲你还做注释，你刚才说我这两句就江静老实招来不就好？那我们就说哦，原来这两句都是他朋友对他的话。那朋友说好话难免的嘛，那可信度就没有那么高，现真值就很差啦，对不对？现真度就，是不是？你为什么不注明版权所有？注明出处啊！人称这里也是从
真情实境中。你看这句话看起来好像是我们做编作者编这个课本的人写，根本就是等一下读对不对？谨防急需，根本就是他。哎呦，刚刚好像是说谢托吉哎，哦，不是谨防，谨防其实有方子宫对不对？谢托吉啊，根本就是他谢托吉里头介绍他的文章，真是的啊，还以为是他。有时候可能上课我会带学生快速看，细讲不可能啊，我们已经录影了哦，让他知道，你看这个。这样不行，你以后做学问，我的学子们也不能这样。你这样，尤其是我的学生，我这样警告你，你还这样，哇，这太不负责啊！这耍真的是耍那个嘛，耍小手段嘛，你这样不行啊！因为大家都很忙，大家通识谁会管？哦，听了这样，还以为哦，这个是很公道的评语，这不是误导视听吗？这太可恶了哦，太可怕啊！这样不行。你至少找一个公正人士或一个文学史家、哦、文学批评史的，那也还好。那你大可以注明、哦、比如郭少宇先生啊，或者刘大杰先生，或者那个啊，谁啊，钱钟书先生等啊，是不是？找他朋友的话来，那个也太偷懒，他可能就看那个序文就照抄，对不对？怎么可以用这个话来做一个公道的评价？那帮我这样不行的啊！还有你要注意这个读这个文章要注意，你看这一种都是。当然还好，这还算客观描述，对不对？那隐约中中闻得出来，他好像是站在小品文派，对不对？公安派，他的这个选这一篇文章和课本编者，这个幕后常进人已经大概也是反对不。所以语言与人生呢，如何讲呢？文章千万要注意，很容易洗你的脑，你不知不觉，假如你没有那种警觉心的话，被人家牵走都不知道。还以为人家是客观陈述，是什么科学的言，你就惨，对不对？人家其实是借科学假装，这个好像在如何想得清楚的安哲轩里头有提到假科学的问题啊，对啊，来我们找一下，越扯越多。你看我资料库，我找看假科学，我有做这个书签嘛？假科学，假科学，哇，真的笨笨的。然后那个 YouTube。也是他也没办法暂停啊、哦，一直传一传啊，我用我电脑的好了，我自己也有啊，只是我现在最新的资料是云端的，就学校用的，我这个自己电脑里头资料放了久，我这里今天没有 SS， 因为我直接这样就快啊、哦，这叫出执行方块，当然我都记起来 Microsoft HCESS 就是 SS 啦，你看这样开程式也很快啊。那我们来查询版我的资料库、哦、也还好，现在 CPU 还蛮，你看，现在 CPU 还蛮那个的，哦、还有空余，不像以前满载、哦，还有空余，我现在又100了，可能刚开启的，啊、哦哦，我这个叫图书管理，啊、嗯，哎，查这个杂技类查询，就是杂技里头的分类，那就假科学吧。有没有？有嘛？你看我有这一类，你看一下里头做了哪些杂。你看，想得清楚很正确。有些是假科学嘛，所以就不好好读。你看数学语言常常使人没注意到逻辑的错误，这个到时候上课也要跟学生看讲一下。这最可怕。他几岁啊？现在多少人哦？民意调查多大，对不对？你还觉得那很公道？这种才最可怕啊！有速率的百分。那再来，你看这个课文就是这样，表面上是很公正的评判，实际上呢，可能都夹带着价值判断嘛，价值主观的，这种都是最可怕的。你不知不为被人家牵着走，自己不知道。哦，这个英文应该圆满啊，我们好像还有一帮还没好，对不对？对啊。好像很客观哦，都是这样从的。我从第三者客观立场，第三公正人这样。哦，这个人称好像大家都这样说呢。人不是凡人吗？只要是人都会这样称赞他，吓死人。结果是什么人？他朋友啊，太夸张。这才最可怕，这假科学啊，讲、哦、看起来假公道，假客观嘛。嗯，对不对？那再看下一笔，我按 Enter 就可以到下一笔。有没有啊？就这一个，只有一笔吗？那真的只有一笔啊？
查科学见这一笔那不错，这一笔就值得了没错，你看做个标签这样好找资料，否则你都忘记原文写什么，对不对？那我们看一下原文是什么，你看，或者我这一条复制起来再去找你看我这里。居然放不开，真是，不会这样。哎呀，原来如此，就可以了。起码我就记得我要设这个嘛。他又给我变，这个太聪明了，真讨厌。安妮斯他就以为是我这里要输入中文，就自动给我转成中文。真是伤脑筋，太聪明了也太那个。好，那么书永远常使人没注意到逻辑。看下一页，有些不诚实的作者利用这个事实滥用科学的推广，作为欺骗人而不是作为告知人的方法。但是这种滥用证据不应归咎于科学而错在粗心使用这类推广。也就是刀有没有罪？没有罪嘛，你刀拿来切菜，拿来切东西，就拿去杀人。拿去害人，对啊，唉，还不应该啊。来这个复制一下，我们查 Google 可能也找得到，因为我部落格里头有这个资料嘛。然后，看 Google Chrome， 开启无痕模式无痕模式这里看得到，这里也看得到了无痕模式就是不会像在我浏览器里我看，因为我登录了嘛。那这个表示，你自己看也会这样。你看找到这我部落格，认真的网址那个人真的信任。你看有人已经复制过去到他那里啊，在大陆，然后复制我的资料。那我拿到什么资料？我只是制作方便人家检索，这当然还是原著作权的水牛出版社那个刘福珍先生，还有那个翻译者叫做王曼君吧。还有原作者拉比先生的可是拜托，所以大家告诉莱们大人大量，我们不是牟利，大家要睁一只眼闭，我们也不是要侵你的权做这个，看什么谁那么无脸，那小人假霸雄赢，那不是就是你光纸本不方便，然后我做了也没有我这还是引用的，还好引用，还好引用，否则我这里是贴，可能贴上我那个。文那个真拼红柿子正好落我口实余伯任林稿曰批判一下文件批得真好真是不可能好了，怎么会扯到这了？对啊，不能假科学嘛，讲了半天还是这个不能，这我们一起都提了太多次了要这样这样鬼打墙出不去，提过又好不啰嗦了为什么一直重复就像老法师金刚老法师讲经也常常重复，不是我们爱啰嗦，我们是想到什么就当你第一次来 看吧，我跟你讲看以前的，尤其是那个美国时间，那这些重要概念就再提一下，免得你还到现在还傻愣愣的以为那些是公道话那你真的是来请翻继续，我们贴了吗来这帮他说他这个凡是用我们正体字的那就请翻继续，记得这里给他把加这个这是他的格式，你不清楚的话可以看他那个维基那这些本站介绍还有编辑指南这之前我们都带过了然后的星号，那这里还要补锦帆要空两格，桃园有，可见他是桃园人，桃园好像在湖南湖南人，那他是湖北嘛对不对丽江迎客。江迎客我做词汇了没有？进士传，他的传好了，他的传我们可能打得出来
是这个，没有，那就用这个吧，暂停。哎，他烦还是这个烦啊？景烦这样，可见我们这个文本是哪来的？是梨花馆的，所以他可能根据这个本子一定是比较早期的啊，这就是他初科本应该是，所以他江阴科后面有谁写这个书法嘛？对不对？我们之前有看过，对。那他这个梨花馆那个是最后整理他全集的，啊，对不起，凌云馆，啊，凌云馆那个啊，凌云馆那个也是哈佛大学贡献，看啊。这应该是超新独秀或者 CADL 少让他们破茧到来。CADL 人好像原来是开放的，哦，后来好像又收费了，我也搞不清楚，懒得去管那些小鼻子小眼睛，哦，我们自己开放算景凡经者啊，这个东西是吴王，那个吴也是这个吴门的当日所啊，这个详细我们不讲了啊，之前读过了，所在楼船箫鼓，注意这个楼船箫鼓，到时候我们读虎丘记要用到啊。这船是楼船，就是表示什么？那个船上面有什么？有楼房嘛，所以叫楼船。就好像现在的华轮，豪华的游轮，对，邮差的邮，对，箫鼓所在。为什么说当日所在？又来锁了，在楼船啊，鱼啊，这在啊，是船在你，不是人在船，对不对？他这个文法好像人在船，对，没办法，一定是船在人嘛，也就锁在，就是他曾经在这个楼船上有这个乐队，对不对？然后呢，箫鼓啊，你看这个鼓，与他的美人谁的吴王夫差，这里应该是夫差了啊。与他的美人西施啊，对啊，一定是夫差西施，知道？所以上下文帮助解读，行乐歌舞去也，你也可以说行乐，对不对？啊，行乐比较好，行乐新行村嘛，李白月下独酌，对不对？歌舞的地方也啊，所在当日所在楼船箫鼓以及啊，那所在应该就是他搭乘的那个轮船的意思，这个所应该是所有权强调。他在楼船上，他拥有这个楼船方小鼓的没？那载着他的乐队小鼓，载着他的美人在上面行乐的地方，那船一定有驻扎的地方啊，对，所以就那地方啊。月，看有没有这个月可以打，没有，不一样。月经，我们讲月历很丰富，对，所以月就是历，同义副词。所以历经千百年，经历的现在，所以你要懂月历啊。现在也学了，对不对？月历原来是同一铺子。你看词典会不会跟你讲？不会。所以要这样去学，不要呆呆的。你看你打月历，哪个词典这样跟你讲？来，我们国学大师有注明。月历。月历，你看他的拆法跟我习惯不同，所以我还要加一个，啊，虽然他已经有了，就给他加在他下面嘛。对啊，应该是一木，他喜欢一组，真的是。啊，没月历经历，他不讲哪个字是月，哪个字是经，对不对？其实月历就是经历，历就是经历，月也是经历啊。你看月就是阅览嘛，你看过了。我们军队里头有教阅啊，亲自审查过，怎么样？亲身见过、听过、做，对啊，所以他其实是同样经历过、看过，不就是？所以他其实都是经历嘛。那从那个阅读的阅来表示，我们通常经历是讲整个身体经历，对不对？那这个是从阅读的阅借代，借部分代表全体嘛。从眼的感觉，对啊，你看都不讲解，他有没有告诉你同义副词两个字是同义的组合成的副词？没有。所以我们这个一起读有价值吗？对啊，同义副词，对啊，看你还可以查词典的，同义副词什么意思？这个还没有，哎，我查网络就知道了啊，一定有。所以网络太多，这个资源多善运用啊，很多人就像我们这样一起读，就无私这样奉献的。你看哇，还那么多啊，副词来一课嘞，哇，这么好啊，把它当那个。
这是什么网站？啊，国中国文导。啊，哇，这是什么网站啊？给他单独做一个东西。没有意境。啊，复制来一个，哇，很好。你看，这都无私奉献，对不对？他要不要版权？有吗？他也许要，可是也只是要你说转载的时候注明嘛，不会说你转载还跟你告，要你转载给人家抹掉他的原创作者或怎样，他当然要那个啦，对不对？哦，又是 Google 的新功能 ，Feature Snippet，Snap 本来就有钉住钉书针的钉啊 ，Snippet 才会就钉在这里啊，对啊，然后 Feature 这样也学会，我 Feature。这个字我常常抓不清楚，那个英文到底要表达，这样就很明显。它其实就是呈现在你第一印象，第一个让你呈现的那个表征啊，那是，中文讲的表征啊，表象上最外表的，最第一个印象看到的东西啊。有时候我打伸手针啊，会不会就来一个？这应该是 Google 又新的一个没有啊？那为什么同一副词有那个？那？借贷格，哇，他给我名片，可是别忘了这个是我登录了，也许你用那个你的电脑查就不太这样了。借贷呢，借贷看，也许又来一个 future snippet， 它叫 snippet 嘛 ，snippet 对，这会有 at 的尾音，应该你看英文也是要学字根字首，就像我们那个方法字形结构才接你对不对？换步子。你从它字形结构也可以去猜它大概是 snap， 虽然既然有定住的意思，这里当然不是动词嘛，这个转成名词用。那为什么 at 我就想到 set 一组 set 啊，就是一个呈现的一个样子，一个框框啊，一组东西。你看，这也是 snap at 啊，他就搞这个。以前好像在这里会跑出来，我现在搞这个，现在搞用新东西。啊，这应该是一个新功能，意外发现啊。好，继续阅历，对不对？单字讲副词，然后阅就是。那个月就是历啊，同一副人，所以这里证明了呗。所以读文言文帮助你，你现在不是白话文的阅历丰富，阅历你懂了吗？那我问你，你不读这种文言文，你会去想月是什么吗？那哪一个老师这样教？难怪要课纲文言分多少 percent 白话，在那吵半天。就你不这样讲，就是国文教学出问题，不是什么文言白话的问题，你观念不对嘛？国文老师不知道在搞什么。我跟你讲，我本来是读理科的，后来第一志愿转文，可能是有这个优势，所以我对这个问题我就比较清楚，不是我自吹自擂问的，你自己比看。那一般读文的是这样，从小一般呐、啊，可能有家学或者从小就喜欢文的，所以头脑都只是文，他没有这种分析，这种理工这种。那么像我那时候开窍，我这个方法很多都是张耀元老师给我的启发，不是他主动，是我从他的方法中去领悟的。一般学文都会想这些吗？啊、哦，那可我觉得很奇怪，国文教学那么久，没有一个人去想我们生活里头的文言，奇怪。然后你看成语也是，成语还已经是最接近文言的白话文嘛，白话文与口语里头、生活里头最接近文言的是白。成语，结果你看编一个成语词典，或专门你看那个国文教学，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读嘛。哦，成语加强，我们就背一大堆成语怎么样？可也不跟你讲，那这怨天尤人有什么意思也不讲，就像一个小篇的古文这样，你背那个翻译，最后结果完全都教错了。不是，你为什么不解释由就是怨呢？这样我不是也学了哦？由除了我们白话常用由其还有怨哦，所以怨由怨由，尔虞我诈，原来尔就是你哦。奇怪，然后都不讲，就在那哦，尔虞我诈，你也耍诈，我也耍诈，哪个字是你不给学生讲？哪有这样的国文教学呢？可惜中国只有一个，早应该两国论、三国论、N国论，对不对？另外一个中文这样教，纠正你这个现在中文教学的荒唐。我不知道大陆怎么教，我看也八九不离十。
因为原来是统一的嘛，后来才分裂嘛，还不都这些民国初年白话文运动那些大家搞出来的啊？对啊，你看这个多好！你说我课纲删掉文言文，你什么时候才认识粤？什么时候才会好好认识？我们从了除了在小学开始识国字之外，后来都读文章，然后都学词本位的字里头为什么用那个字就开始混了？开始混了，为什么造成后来金星文、火星文都是国文教育者的责任？绝对不是小孩子爱作怪而已。哦、那他程度不好，就看你喜欢智慧者也，讨厌国文，反正国文就这样嘛，死背一大堆。那既然这样，我就同音字为什么可以乱搞啊？反正你也不跟我讲义，不是这样？这才是正义之声嘛，那搞得革命好啊！啊，火星金星正好，这种病态就是病态的教学教出来的，逼出来的。啊，你看学了这个，我阅历也会了，怎么会说古文文言跟你无关呢？啊，经阅历了，经历了千，到现在有千百年，霸业烟消了。哦，这个烟就不一样啊。那霸它是西，对不对？也不一样，我们用这个。霸业烟消，哦，这页就圆满了。你看，原来识别的乱七八糟。经过我们这样整理之后呢，你看，对不对？那你再看这个文字档，我是按住 Shift， 所以它会跑到前面。有哪里不够好的？这里要断，有没有？这里要断开，所以要加它这个符号。哦，什么符号？你可以加 P 啦，哦，也可以加这个，要半形的啊。这个符号是按住这个，有没有反斜线上面这个？可是按住 Shift 就是这个。你有的学很少注意到这个，没有，我这键盘我就倒过来放，有没有反斜线上面还有一个这个东西？哦，你自己看一下。哦，这个好像两个直线，那其实就是。按住 Shift 打出来是变成一个连的直线了啊，然后拉过头了，不要那样怀念不了，就麻烦了。哦，你看结果会是怎样？打出来是这样。那我们再看一次文字版，它那可以关的嘛？原来是这样连在一起的，对不对？现在呢？哎，你们看啊，那个符号它有在解说，你看本段介绍有没有教你怎么编辑，它有在解说。维基啊，维基教刊怎么那个说明，你看他怎么操作，有哪些符号可以用啊？就是，你看现在这样就对了嘛，这样才对。锦帆经者，吴王当日所载。可是这个符号我觉得比较不好，应该是加个 P。为什么？我相信他这个意思啊，你如果查篆经会找出来哦。来，我们找找看，篆经，那表示这个是连的，是错的啊，不能这个不能连在一起嘛，对不对？那应该加个 P， 它就会隔开。你到时候搜索的时候就是搜不到这个了。来，我们看看，篆经，哎呦。哎，没有啊，那就可以了。简单继续。好，按错了吧，关掉了。哎，下一个烟消。美人怎么样啊？黄土，美人变成黄土一抔了啊！它的土又是一点的，嗯。锦帆之水，它的帆又是这个帆。锦帆之水，宛然，它的宛是这样，
没有，就用他这个晚安如旧如昔。你看那个旧也是有口的呗，不过他不是写口，他写诗，反正那个系统呢。姑苏吴字，姑苏是吴这个地方的首字之区，它的行政中枢就叫姑苏，所以它是用的苏。吴这个地方的首善之区，它的首都嘛。石聚其上，在《锦帆经》的上面，这上面呢也可能就读成上边啊，附近啊，不要读成科学语言，真的在上面而已啊、哦。有时候在附近也可以说在上。啊、哦，或者它的上游，或者是它那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都可以称上，懂了吗？啊、哦，要活读，池水报哪个水？锦帆经嘛，啊、哦，报义，报这个姑苏这个县，那个这个地方啊、哦，那个县治啊或省治啊，这个区域的治就是同你这个区域的治权所在之处嘛，啊、哦，就是行政中枢嘛，啊、哦，就像我们现在台北每个地方区有区公所啊，区公所所在。哦、或者台北县政府，县政府所在，你看台北县、哦、对不起现在是新北市啦，新北市市政府所在在哪，在那个板桥区吧，是不是？那其他还有芦洲区什么新庄区这样，那就不叫治了，板桥区才叫治，就这个意思，就叫义治，义就是新北市嘛，啊，治就是所在，像台北市政府好像是在信义区吧，就信义区是它的治，还是大安区，然后义就指整个台北市或者新北市嘛。那义字如环，哦，池水抱义字，抱着这个首善之区行政中心这附近，像一条环状的，对不对？啊、哦，乙未之岁啊，这乙未这一年啊，岁、哦、是这个岁，没错啊、哦，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就用那个鱼友，我的朋友，你看自己承认啊，反正他文章虎丘记也是嘛，我的朋友中郎元君，就是元中郎。中郎元君元先生呢，来做吴县的县长，做什么县长？就这个宰字，这个宰是动词，对不对？来宰吴县，他吴是口天吴，就是这个。尽力怎么样？因为前面谈过，我们就略说了，尽力谋求人民的福祉，因为图谋嘛，所以变成单字想不得，对不对？谋图想到图谋，谋再想到谋求，对不对？然后早晚心系拮据，非常辛苦啦，早晚付出辛劳，憔悴之重。然后这应该分号会比较好，因为前面是讲他，后面是讲他同里的百姓啊、民众啊，那些很憔悴啦，原来很生活上很艰难的民众们，那因为有这个县长来了，嗯。反而简化式才有啊、哦，对不对？那我们当然就用正体就好了。可简化式都不一样，他那个，对不对？赖以顿是又来以为的以，刚刚有学好，你现在就知道以怎么读了，对不对？这个顿是我们说停顿一下，时间很短暂，对不对？对，所以马上的意思，马上就怎样复苏了，苏就同这里的苏，苏醒过来，原来快死了，对不对？现在又复苏。有火过了，那赖是什么东西？赖以为生，你看赖以为生也是这样，对不对？对啊，就白话也在用文言。什么叫赖以？赖以为生，赖以啊？他省略了什么？赖袁中郎嘛，以顿书嘛，赖袁中郎来做我们的县长，用来怎么样？我们才因此也可以读因啊，因为这样，所以活过来了，因为他。啊、或者赖因缘顿书也可以啦，文法上还讲得通嘛。啊、比较常规的应该是省略的。那赖以为生什么？赖某个东西，看你赖什么为生啊？赖这个东西，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是用来什么为生，作为生计嘛，懂不懂？对啊，所以你以真懂了吗？赖以为生也是文言文哎、欸，唉。哎，不是文言文，他怎么会用？对啊，哎，真的讲到我，是哪一天才能唤醒这些？注意，他这个名不是日月明啊，他是木月，左边是木，有这个字我还打出来，你看木月哦，
这一样换部首嘛，把日部换幕部而已啊。这里是讲眼睛很明亮，那也讲日月的明亮嘛。这里是讲眼睛和月亮一样都有炯炯有神，大概是这样。然后你也可以说它异体之后写错别字嘛，多了一横，对啊。这鱼是鱼跃法律规范，对不对？就是鱼跃越过去了，越过明年就是到后年了嘛，对啊。这就是后年的换句话说，我们要讲后年，你就可以说月明年或鱼明年，不就是后年？就是、文章修辞嘛，换句话说，对不对？换种说法。文学语言，好，对了啊，月明年呢，君已过劳，成疾，就是袁这里君呢指袁先生啊，对不对？我的朋友袁君啊，因为你看已又来了，你看你每学一次复习一次，现在就知道已有用和因了吧？对啊，多读绝对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啊、嗯，那就可以回答那个同学问啊，对不对？你需要付出这些吗？你傻傻的付出，佛菩萨，然后皇天不负苦心，你不信佛菩萨，不是有句说皇天不负苦心人吗？你不要不信邪，会流传这一句话，为什么没人把它革命掉？因为是真理嘛，真的苦心人做了，他也肯定真的皇天不会负你，那你在怕什么？只怕你好逸恶劳或者想取捷径，对不对？反而偷鸡不查蚀把米，君已过劳成疾。过劳成疾不是现在还有过劳死？过劳，哎，拜托，文言白话，过劳死什么意思？啊？也可以翻吧？对呀、啊，君因为过分的劳动，休劳心劳为人民谋福嘛，成疾就生病。就是我们之前讲背病，对不对？台语的破病是这个背啊，不要再给我写破了啊！那真是破台语才有破病啊！今天学过背九莫惊春虽重啊，纳兰性德的名句，对不对？啊，那就拜托，那成疾叫背疾背病也可以啊啊，成养成的疾病，成为的疾病啊，就生成的疾病，生就生病嘛，生成对不对？生成生病，所以生。成疾就生病啊，病是疾啊，成是生啊，不是有生成那个词汇？你看，一样文学换词而已。上书向皇帝上报告，当然是辞呈，就祈求能够回家不做官。凡七请啊，经过七次的上书之前，大家都不同，皇帝或者中央政府不答应啊。总共七请，七次上书求的要回归，这个归我就不去找了。异体字，哇，这个异体字太怪了啊、哦！乃得才得以什么解证去啊？解开他这个，我看有没有这个，应该没有，之前我找过。解开他的这个证物，对不对？证物。而离去嘛，辞去官，有时候辞他去官就离官离职了。那君性超乎他的本性，他的天赋是非常的、很有悟性，超就是形容他悟性很强嘛，超人超强。生于明理，生他反而要正体字了啊。与他用提手旁的啊，有这个字啊，用明理。什么叫明理？明理。我不细说，之前可能有讲比较详细，就是现在所谓的什么逻辑之学啊，类似的逻辑啊，还有我们讲思想方法和语言与人生那个语义学都是。语义学竟然没有，赶快补啊，也可以写另外一个义解，常常讲到的竟然没给。这样呢，语义学呢，两个都可以啊，两个都有，语义学反而有。所以就表示他头脑清楚，逻辑明白，对不对？对啊，头脑清楚，很有智慧，然后这个逻辑条理又很明白。才敏妙，贤于辞赋、哦、他的才华是非常聪明，反应很快、啊、妙就讲他特别好，玄妙没有玄少，他用玄少没有，贤于辞赋，他是用尖
明白。这个，贤女慈父，表示他做文章很行啊，哦、然后弟为什么会，哦，哈哈，那时候打个顿，哎，我刚刚又快要读成第一行了，就是弟就是蛋的意思，对这个顿号顿的好，我还要想把他杀去，也不要，哦、你看我又要差一点漏气，还是这个弟字啊，一体字。但是呢，两个一样啦，跟等力的定一样啊，一体啊，或者说通用啊。但是这个都是旦字的，但是呢，一旦做了官吏啊，就叫一行，一行就一旦啊。那也可以断句断这样啦。刚刚讲一到了北京，对不对？一到的一，对不对？这个一就一旦，那行做吏，行为做了官吏，这样也可以，对不对？你要一行做吏或者一行做吏。我们也查过这个原来词典还有松耳一行作力、哦、有典故的变成一个成语。弟、哦、一行做了官都成废歌、哦、对这个很难的字形结构换部首、哦、那时候还为了这个废它是一体字啊，这个字应该是有可是它是从床部哦，它不是眼部有没有部首都变都是全部你看哎，白话文言白话又偷文言的兜字用了，对不对？啊，那有这样的吗？啊，这左偷偷右偷偷，回来说讨厌文言，废除文言，吃人家，这不是不孝子？被父母养大了，然后呢，过来讨厌父母，要把父母逐出家门，不是一样的道理？啊，难怪现在不孝子那么多啊，难怪少子化。少子的话，二的根源就是不孝子越来越多，啊、嗯，没有这个，还没有这个一体字，对不对？只有这两种，因为发有那个种写法，那我们还是用，他们摆明他还是床的废啊、嗯，秀一下什么叫部件简字，他这里有没有？哎，还有难查的。我们就这样简字，你看，它部件有两个，对不对？一个是床部，然后一个是发，那你再找，对不对？它这个原文是床和发嘛，对不对？里头就是发啦，一体字这没办法。操、哦，没有哇，真的没有哎、欸，所以这是错别字。哎，有，你看，就这个。啊，发你看肺的液体，它也只有这一些啊、哦，哪一个比较像？哎、欸，它这里也有，有没有？哦，原来这个是液体啊、哦，床部、哦、因为这个东西是建筑物的肺，你看庙宇的庙是不是这个部首？家庭的庭也是建筑物作肺荒废，然后后来形容人的身体哦。荒废了嘛、哦、精神萎靡对不对那这里是完全是讲生病的所以为什么两个会通就这样因为我们原来用建筑物的来自然现在比喻人生那有时候人生的人家写错比如想说就像你有时候写错部首觉得跟身体有关怎么会跟那个建筑有关就写成那个部首这样那发你看发有这个液体字哦我们查查看那再回来查部件简字、哦嗯、先把这个字记下来发，你看有这个一体字，这一个是不是？看一下，金帆锦，上面是这样对不对？下面公使对啊，是不是这样？上面这样，下面公使对，就是这个嘛。那你点进去之后怎么办？不能点这个、啊，这个是图片没有用的、啊，是这个，哦，这个就是它。或者你会打仓颉就可以打那个马字，好不好？这个你看人家没有表达注音，看你有没有资源了、啊。接下来这样怎么办？回来去查那个部件，对不对？你将来去查找看有没有那个组织，只要有的话，当然就用那个。没有，再查一次，没有，确定没有。对，那我们就用这个吧，对不对？这个废字啊，废，那这里就改吧。
锦班级啊，都成废歌，就废掉了，荒废掉了啊。可是这里不是生病，所以应该是刚刚那个废才是正的。那、啊、这也是写意，对不对？是作品，一旦做官之后，你虽然闲余时很会做文章，就荒废，你忙于政事，哪有时间写文章、啊、作文？然后兼或中间呢，有一些空闲的时间呢，或许呢，尤其有时候可能会怎样触景起的发起了，引起了一些灵感，起了一些兴趣或灵感。感事，你看灵感就感受，感觉事情，对事情有所感触，然后就会抒发一些文词啊，就写作文了、啊。抒词就是写作文，这个念抒啊，也可以通这个抒啊，抒情的抒啊，两个读音一样。有所停咏，哎，这个手我会打了。一歌足弓，哎，再加这个，对，哎，哎，那怪，这个我会。可是他这个是一竖啊、哦，他这个没有勾起来，我们有没关系啊，反正我也先找不到那个，这个咏是言部的咏嘛，这个意思是换部首，我们看到一个从口，一个从言嘛，也一样。有所提咏，撰注，啊、嗯，所以你看中间虽然都废掉了，可是有时候或许会怎样，有感触就写下来，就像人家写日记啊，写杂记，突然有感触，赶快记下。所以他就有所提咏，撰注了。有所的所又来了，所以的所这么多，有提咏撰注的作品，就是。明白，有提咏撰注是动词嘛？这很明显，后面没有啦，就一定是代名词。得什么？得什么？得什么？上下文讲可能是得作品，又来又越了。前面用鱼，对不对？所以我们刚刚讲鱼越法律权限，前面用鱼，这里用越。你看人家作文，所以文言怎么能不学？你这样才知道哦，鱼越跟刚刚阅历一样，原来同义副词。我有时候用鱼嘛，有时候用阅，这样不是很好？对啊，可是有时候不能，你超越过马路，行人不走行人道，对不对？逾越那个中间的安全岛，哎，逾越可以，可逾安全岛或越安全岛不太通嘛？你要知道，没有人这样用嘛，只会文言文，逾越才行嘛。对啊，所以当你这些都扯懂了，你再回到你用的，看是文言情境还是以那个白话情境，就知道怎么用最适合、啊。那、啊、你都不学，怎么知道到时候怎么用才最适合呢？啊，这个月有议题就不管了啦，哦。好，下一页。又过了二年，月就月嘛，月过，月过不就过吗？月就是过啊，所以过了两年之后呢，像慢慢积少成多，这个年有议题就行吧，耶、yeah。遂成志啊，杀人未遂什么意思？就成就了嘛，杀人成功就不叫未遂了，未遂就未成就、未成功。那这个就成功怎样？所以遂成是同义副词啊，也成就了怎样？成志啊，这遂就是有完成一件事啊，跟那个成是类似的啊。可是这里应该是读成易遂成志比较好，成志就成为一个那个。那这里的遂是讲什么？那个时间的时态嘛。哦、就达到了这个最后的结果，怎么样怎么样？那个达到怎么样的结果就是遂字，所以杀人未遂，杀人已遂，对不对？遂就达到杀人的结果啊啊、哦哦，那成字是成为字这个单位，这字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书啊，或者你文稿的一个单位啊、哦，比如说要多少页、多少章、多少卷才能。成为一个字就叫成字，懂吗？就表示它积少成多也有一定分量，所以可以现在对不对？刊行、印刷、发行啊、哦，就是这样。易碎成字，其行也，这个离开的意思啊，其行也，离开他那个他因为罢官要离开了嘛，哦，他离开了，哎，方子宫出现了啊，有人方子宫。稍稍这个重文符号所以点两点，所以要重复一次那个字啊，上面重文符号上面那个字要重复，就会点两点。稍稍集合，然后把它编次，
啊，把它次序排一排，对不对？然后这个先收集来了，要编制好啊。比如说散文类放在一起啊，书信类放在一起，诗放在一起，词放在一起，类似这样，对不对？就是次。那你要能够排序编类之前，要先收集嘛，收集叫剖，这个念剖啊，可以去尝试点。父诸子啊，父之诸就是之语。的合音啊，你们以前或许有背过，之语的合音是什么？你看"之"和"鱼"拼在一起念什么？"居"翻不出啊，发不出来，一定要转成"猪"，对不对？"鱼"叫我们也讲过"鱼"跟"乌"是不是会互转？对呀，"之""鱼"你绝对转发不出来音，要么念成"居"，对不对？"居马炮"的"居"，对呀。那这时候是"鱼"不变，"之"就要转成"鸡"了，对不对？不能再发"之"了。那如果要之不变呢？吁就一定要转成猪，否则之吁你发不出来猪，明白？那要么韵母转，要么声母转嘛。对，那父之于子什么意思？这个之又诞生了父这些文稿，这些剖刺好的成字的那些文稿呢？到于到哪里？到子木这里。子，你看字形结构里头有木，对不对？什么意思？就是印刷用的那个木板啊。哦，以前是就像刻印章一样，是拿一块木板里头把那个字刻出来、雕出来再去刷，就像你现在刻印章也是原来是一个平面嘛，刻出来。这因为之前应该讲过，我们就略了啊，大概这样重点讲一点。然后问题已经你还很好，明白？谁父之子啊？父是交付、委托，对不对？交出去、交付作业啊，交付这些文稿去给印刷科工去刻那个字。把它印刷出来，谁动词主？动词是这些主人呢？先抓动词找对主人，对不对？主词是谁？当然是方子君、方子公嘛。他剖刺的，他父去拿去印刷的。那什么叫问题语境？问题语境乍听看这样看不懂，对不对？因为你被白话的问题干扰了。方法九阳神功有没有乖乖去数？第一个就可以帮助你啊，断句了没？如果把问题切开来，怎么读？是不是就问题于君啊？君就是袁宏道嘛，对不对？向袁宏道怎样问？要题什么名字？那你这一个作品要叫什么名字啊？啊，题是题目嘛，所以就问谁问？抓对，先抓动词啦。谁问？方子公问谁？问君？问袁宏道，对不对？问于君嘛？问什么东西？问袁宏道？问他这个要。这本书，这个作品要题为什么名字啊？它的名字要题做什么？懂不懂？懂了吗？你看这是不是就是很好的断句的历史范例？还有单字讲不止啊，题是题目、题名，对不对？哎呀，那你读不懂，乍看之下一定是把问题，就像我们刚刚那个第一行"第"，你不给它断开，那也是断句很好的例子，对不对？第一行，因为第一遍，你自己看我们当初，你去找我们那个教材里头，你就可以找到我们第几集在谈那个内容嘛。对呀、啊，我也是读着第一行，看都看不懂第一行，啊、就他要念成"第一行作例"嘛。你教学相长，我学的最多，你们再不用功。就是我不断的向上提升，你们来这里打卡混的，也没有真的上学上课，要我上才叫不付这个"上"字啊。鱼就是在对鱼的鱼，对谁提出这个问题？对鱼的鱼就是对袁宏道问他这个书要叫什么名字。那"君"字标约，你看，假如你这一句看不懂，也别忘了标题有没有看到？对嘛？你就标这个题目嘛。啊，他就自谁标了？他自己标，袁宏道自己标约"景凡集"，那就叫"景凡集"吧。所以上下文可以帮你读啊。你假如这里真的不懂，下面不就提示你哦？有标有题，你想不到标题怪谁？脑袋不肯转呢、啊？对呀、啊。那为什么前面讲的问题，后面讲的标？那标你只想到坐标什么也不想标题，那怪谁？那你看，是为什么？像今天才跟学生分享啊，他们说我没讲过，我以前为什么数学开悟
突然开窍，90、100还提早交卷，因为还解答就在题目里嘛，你看题目就知道他要问什么，他答案就在题目里嘛。你就是不会看题目才不会解啊，当你会看题目，哦，答案都被你看出来了，是不是？你就是不会，你就是傻傻第一个字读的，所以王哲那个张耀元老师，你看两个对我很有启迪的，都是有原则啊。张耀元老师就说：“不见题目，只见关键字。”你看你能够注意这个题那个标，不就对不对？只见关键字啊，你怎么还会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傻傻这样读下去？那读完了还不知道题目怎么解答，我甚至皮肤在问什么都不懂。君自己去标题叫做锦繁玑，叫做就是那个约字。锦繁玑盖，原来啊还是一体字。哎呀，不宁常问啊、哎，这里应该句号了啊、哦。他为这里就有的时候，他为什么会标锦繁玑啊？因为不宁就是他自称江宁科江静之自称，或者说不宁，这里宁是好的意思，就很有才华。不宁就是我没有才华，没有学问，哦，这里不是巧言那个宁成小人那种坏的，那不宁当然就好事啦、啊。这里的宁反而是好的啊、哦，因为通常宁，我们讲宁成喜欢进谗言，他一定讲的话很动听才会，人家国君才听得下去啊，不动听谁鸟你？都还会被你骗，对啊，像诈骗集团会对你凶巴巴的讲事情嘛，一定讲的话让你听得金光党也是让你听得很舒服，所以这里是取他很会讲话来比喻人很有口才或很有才华，对，那不吝就表示很反应很差，对不对？对啊，不行，那这种负面的你看也知道，中国人就是自己要谦卑嘛，这一定都称呼自己，不会称对方，那多没礼貌，对啊。就很不聪明的我啊，曾经往无限的办公室啊，那个署嘛、嗯，像现在有什么卫生署，对不对？卫生署好像升级为卫福部了啊，还有环保署啦啊，台湾啊，中华民国，所以它是一个公署嘛，还有海巡署、移民署，对不对？还有那个廉政署，对不对？它是一个办公室。那因为他做无限令啊，前面才读对啊，龙鸿道做无限令，这跟我们课文有关啊，这个五差点忘了改。我江宁科曾经往这里是往了这去拜谒他啊，这个有议题也不管了啊。到他无限的办公室，你看，谒就是往，谒就拜谒，对不对？我刚才说拜谒嘛，他们出来这个念谒。现在觐见总统也是叫拜谒敬谒啊，最恭敬的讲法。对啊，啊，这你就跟白生活无关，那是你水准太差嘛。那你宁愿自己做水准差，我们不愿意啊。你凭什么说要废除那个？你要堕落，把人家一起堕落。对啊，人都是往高处爬的，谁会往下面去看？民主实在很危险，就是这样。有时候他媚俗太民粹啊，劣币驱逐良币，就不管哪一个是非。真理了、啊、一味的取悦于大众，哗众取宠。然后呢，袁宏道他，我去看他，袁宏道就指的这条锦繁经，对，池水这条水，别忘了前文啊，读后面。然后鲛鱼，你看另外一个版本用鲛比较好，这个我还不，这个议题是我一时还看不懂哎、欸，打不出来。你看有没有这个议题的？这个是高。也不是，它是桥啊、哦，那一体字还好，另外一个版本叫蛟，我们还看得懂啊、哦。就蛟鱼就以此为傲啦，对不对？骄傲，骄傲嘛，就骄傲。你看我有这一条，你没有呢，对不对？我有这一根，你没有呢，是这样。哎，没有了，对不对？没有的。就一体字太多了啊、哦！我是希望哪一天中，谁哪一个天才啊，可以把那个电脑啊结构，看四元结构，看有没有办法。因为很多中文字就是用这些部件组合嘛，那你假如就为了像这个也有它部件啊，你就为了这个再去造一个字，再去占一个字源啊，造得完啊，一种人一种写法，有时候差一个笔画又变另外一个形，对啊，好了，闲话休得，就教指着这条锦繁经就很得意的告诉我，得意就觉得很骄傲，对，翻成得意很好嘛，对不对？啊，
很得意的告诉我说，这鱼就是还是这个柄领嘛，我讲这一条锦帆金眼是锦帆金眼啊，是啊，这一条锦帆金啊，啊，这个是是鱼是的是啊，前面都讲过是有此的意思，这一条锦帆金它是用这个帆。这条锦帆金它是用这个金，不管了啊，用正体字嘛。这一条锦帆金啊，也就是啊，就是吴王夫差霸业的吴王夫差的称霸霸业的剩下的东西啦，鱼就剩鱼嘛，嗯。那我呢，竟然乃得，吴王那么辛苦称霸了之后才有的呢，对啊，霸业之鱼，你可以说他剩下的东西遗迹、古迹，你可以说。他称霸以后才能享受这种锦帆金的乐趣呢，那么辛苦的经营，对不对？才草创白手起家，我竟然怎么样？哪有竟然的意思？得而弗之，你看这个水部的得，我却唾手可得，对不对？我现在做无限天了，哎，我得到了啊！弗就是拥有、占有，而弗之，我们说弗。我们抚养你，对不对？不就是拥有你了吗？对啊，所有孩子抚养，那抚有拥有、照顾的意思。哎，抚而有，抚也是动词，得也是动词啊。可是这里转成是可以的意思，有点助动词了啊。真的动词抚而有也是动词，所以加个连接词啊。抚这里除了拥有，因为后面已经有有，所以主要是什么？抚，你看有手的动作就可以。我既然拥有，我随时要玩，随时要摸都可以，要抚摸，要把玩都可以了。对啊，谁爱我，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是抚之。有之就是代名词，有代什么？前面的锦帆金嘛。我可以有拥有这个锦帆金，我也可以看我要怎么玩弄它，要我怎么装饰它，要怎么利用它，我都可以啊。怎么装饰、玩弄、利用，就是那个抚之，就随你，都在你的掌握嘛。所以跟手动都有关，随你怎么弄都可以。不亦快哉？你看白话也在用吗？不也是痛快吗？对啊，那省略什么？不也是一件痛快的事吗？不也很令人痛快的都可以啊，你可以添这两个。对啊，那字面上就只是不也痛快或愉快吗？啊、哦，在。而其实那是反正用正体字了啊、哦。哦，你看他前面说曾经。刘洪道这样讲，好像觉得哇，他也在享受这个吴王夫差的奢侈，对不对？安逸的生活。所以他说，其实啊，你看，哎，又来了，我用文帮助你白话。哎，其实什么意思？这个然而又什么意思啊？而白话不是也在这里是然而啊，可是嘛，就转折了。虽然他这样讲，但是呢，其实那个实际的情况，那个就是这个其实。或者那个其中他讲的那些故事，他讲的那么逍遥自在，在里头哎，实际上是怎么样？是后面的一件事，这就是其实，其实代名词。问题就是你代哪一个？其快乐无比的其啊，对啊，当我们同在一起，其快乐无比的其就是这个啊、嗯，生活处处闻你闻，其实的其什么意思？你又讲不出来，你能像我这样讲出来吗？那为什么不像我这样讲出来？我被你比下去，我都很甘心嘛。你像国文怎么会烂？你这怎么会去讨厌文言文呢？甚至你怎么会白话文那么差？那这样不是文言也好了，也不会去讨厌它，白话也更好了，何乐不为？我刚刚管课纲白文言白话比例多少？我问你这个比例多少？唉，均按样长部署，这个没办法，这个专有名词啊，这词汇第十个方法十全大补完，智慧词汇就是很忙啦啊，那个没办法，我也不知道怎么讲样长，可能有意啦，我不知道啊，你可以去研究一下，部署就是指公文啦啊，对不对？对簿公堂，对不对？对啊，用单字去讲书啊，公文文书啊，那样长就忙于这些公务，忙于公文就忙于公务啊，然后这个是参的一体字啊。餐木积费，洗澡和吃饭几乎都荒废了。你看他又用床布了啊、哦。那
老与鱼等，他的辛劳和我是一样的。虽然我没有锦帆经可以修闲，可是他有，他也没时间去享用，懂吗？就是和我是一样，懂吗？因为我没有锦帆经，可他有又怎么样？享受不到。就好像我们今天来讲到那个浣溪沙的时候，对不对？李清照跟邵明成两个斗书，看谁猜得中，结果猜中了先喝茶，喝到他笑得太开心，不小心把茶都打翻了，结果他也没喝到，输的也没喝到，两个都没喝到，这个一样啊。锦帆金两个也没都没想到，你有你赢了，你有锦帆金，我赢了，我有茶喝，结果我也没喝到茶，你也没有锦帆金可以玩，还不是跟我一样啊？那种忧劳那种辛劳是看我一样的。余音叹曰啊，我因而就感叹啊，这个当然一体字啊，我就不查这个怎么打了，应该没有嘛。我就因而啊、因此就这个而就是就啊、因为这个缘故，就因而什么，他省略了此啊、所以这里的因是因而的因，因此就怎么样、因为这个缘故，哪个缘故？他老与我的。代名词通常代前面提过，我因而就感叹啊，就说了同一个锦，同一条锦帆经，它又是这个、同一条锦帆经啊啊，这个鱼尾数是耳，你应该可以说罢了，这个是通这个耳啊。同是一条锦帆经啊，我锦帆经吧，当吴王之时，在吴王的当时啊，当吴王的时候，那个时代，满船，那个满又是一体字了啊，船那个是有箫鼓，没又是吹箫又是打鼓，都是乐器。然后呢，当同样一条锦帆经在吴王那时候，当吴王那时候是满船的箫鼓啊，声歌舞升平，对不对？哇，很热闹，很逍遥。可是到了吴县县长、吴县令，对不对？之身到了他的身体，对不对？当然不是嘛。到了他的时代，到了他来做吴县的县长才对，这是文学语言。到他身体，这个是科学读法啊。到他身体啊，就是当他。到他亲自莅临了锦帆经，到他亲自像吴王这样拥有了锦帆经之后，到他就是指他的身嘛，他不就你的身体不就是你嘛，对啊。当然佛教我们身体可不是我啊，就是一般俗见啊。两部边陲，这两部边陲我也不太清楚，应该要带回当时的官吏制度，这个部可能是部长的部，那时候有吏户里应行宫嘛、哦、可能就吏部也 督促他，或者另外一个部，对不对？礼部也督促他，那边陲就是催促他嘛，对啊，这都一起字了，我就不弄了、哦、那两部边陲可能是这个意思、哦、就他的长官都对啊、哦、那也有可能是他的下属或者他的治理的那个吴县里头有一些政务怎么样的、哦、然后出逼着他没办法抽身的意思，我想大概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我们就不花时间研究了啊。如果是课文，当然，啊，查一下有没有两部边陲，有时候不一定还注细，刚好有，那没有就又来了，又是我们整理的，又是伸手扔的啊。那这个也是哎、欸，这为什么会有这个？什么这网站？你看这个我们讲义啊，所以他也是，他是圈不出关键字，可是他找得到文件也不错。乐透彩为什么会有两部边陲的东西？啊，猜一讲，为了发财，发到最后还不躺平在那里啊，等到见了棺材才掉泪。两部是指什么？你不能用两部电影也是两部啊，这个太难了啊！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用两部啊？为这个难是难在哪？不是真的看不懂是什么？可能性太多嘛，太奇异了。太含混鱼了，或者太专门，像我们那时候读那个鱼肠儒也是啊，
讲的都他那个小圈圈的典故，谁知道啊？或者可能性太多了，你要花很多时间去了解。你不是行内中人，那个他讲里头的行话，啊，这没办法。那我们重点不在这，当然就略过了啊。反正知道他有点身不由己嘛，人家边陲绝对不是他自己边陲嘛。对啊，那不像吴阳这样悠哉悠哉，吴王既然是王一国，他最大，对不对？他爱怎样就怎样。可是他县令不是最大，人家会渡的他。吴王用之用什么东西？代名词，然后用了景梵经啊，红树绿萼，什么意思？又来了，很棒啊，就看不懂了，太逊了。哪个方法？相对位置相关之意嘛，摆脱，对不对？所以红什么意思？你说红就是绿哦，那就呆了，对不对？红绿灯不是色盲，红跟绿有相关，不是相同，都讲颜色。那这个颜色是什么？真的是红色、绿色吗？这叫什么？你读成红色、绿色叫什么？叫科学语言。那你七星大法去乾坤大挪移了没？有没有想到它有什么意思？除了红色、绿色，表示红色、绿色通常是颜色里头最鲜艳、妖艳的，对，所以才会做红绿灯啊。最引人侧目的啊，那后面什么东西修饰来修饰它，让人家引人侧目，引人喜欢看？你喜欢看什么？美女、美景，对啊。我问你，后面是不是都女人？字形结构兼音义里头是不是都女？女是不是形部首？部首形符，形声字的形符通常表意啊。它只不过右边是猪念书，右边是我念鹅，声音有点微变而已，都是形声字啊，都是美女。你看。吴王用景梵经，你看前面才提到西施就不要讲了，对不对？不得了了。何况还有哇，花花红男绿女，穿着的很漂亮、很妖艳的美女环绕，然后环绕在哪里？你的左右边，对不对？左右是不是真的呆呆的？左手边、右手边，前面、后面就不报。这都是文学语言啊，就是环绕着你四周，又在唱歌，又在弹琴，是不是？对。就环绕四周，不要呆呆的只会写环绕四周，可以想左歌右旋嘛，左右就是环绕四周啊。那小孩子牙牙学语，那个童言童语才会环绕四周，一定要讲四周，不能讲左右，懂不懂？那呆头鹅那是科学嘛，死板板的嘛。文学是很灵活啊，左右就可以带所有全部的周围了嘛，是不是？你怎么还会以为只是左和右呢？没有前和后，没有上和下。就是四周全部会环绕，被谁环绕？主持是谁？谁在唱歌？前面呢、啊？这些美女嘛，穿着的很漂亮，鲜红的啊，又绿色的、啊，不一定是真的穿红衣和绿衣，总之就穿得很妖艳的，来色彩缤纷的，很养眼的，是不是？懂不懂？这叫内行看门道。所以学文者脑袋怎么会呆呢？你就是不好好学，这一个一个死脑筋，最后变老顽固啊！为什么那么轻忽国文、语文程度就搞不懂啊？很可怜，唉，我们能唤醒几个算几个了。然后左歌右旋也讲了，它都有一体字了，很管，因为它都是人家书法的。那无限欲知，哎，前面是吴王啊，对不对？哇，这美女享用啊。那这个吴令啊，吴县县长怎么样？那个袁宏道驾驭他们呢？驾驭这些在地人呢，却是怎样？御之就驾驭嘛，驾驭就是拥有他、统治他，对不对？吴王前面统治的时候，美女笙歌，对啊，哦，歌舞乐队，那他驾驭的是什么？平民，他包围的却是什么？平民和在里啊，疲惫的人民啊，什么？又很好，这又来了，哇，又没学过，没背过。什么意思？刚才练了一遍，再不会，你说怪谁？九阳神功都不肯练，第六招有没有练好？相对位置又相关之意，刚刚还红书绿萼，这里不是民，不就是对黎吗？所以有一个词汇叫黎民嘛，黎民百姓不是？对啊，黎就是民。那怎么样的黎？那你说这个字我不认得，那皮总认得啊。相对位置有相关之意，就知道这个字大概也是皮嘛，它换个字而已。这好像查过这个念菜，是不是？你看我又忘了，对呀、啊，你死背能背多久？我也背了，背了又忘，因为不常用嘛，背了一下，下一次不用，除非你常用才会记着啊。你背在身，不常用也是忘，是念在或者菜哦，应该是菜。
在啊、哦，在，好吗？嗯，哦，也一个小时二十哈。那在什么意思？你看是不是疲惫，有更疲惫了啊？很累，很困苦，生活的不好。前面不是才讲人民憔悴，对不对？是不是疲惫？疲惫、疲劳不就有病吗？你看你肺结核更惨，对不对？痛苦，对不对？对啊，民在嘛，市民其在什么意思？是就是市民在，鱼尾语中的助词，或者其市民的倒叙重者，那些人民真是惨。那或者你说什么市民甚在？你看那个其跟甚也是字形结构啊，甚上面也是这个，对不对？它只不过多了一个这个，啊、嗯，类似这样。那其就是好。市民都好累啊，好痛苦，好就是这个旗子，那旗甚至你可以想这个旗，这个你当然比较难，这个旗就有胜的，也是类似这个极极端的啊。你不信，你看那个旗，你看他用那个旗字形结构换部首，加了一个对不对？第三招九王成功第三高加部首，加了一个密字旁，是不是有非常极胜？你有看到市民真是太胜，刚才讲换部首也可以旗。肾里头又有奇啊，对啊，我们看肾这个字根是什么、哦、看这个中文大学香港中文，你看奇不就这样出来了，市民奇在奇菜，就市民非常的困苦，你看有那么多种读法，九王神功七星大法就传给你们，不肯练功我也没办法，谁有办法？他跟奇有没有关系？经文从口啊、哦，下部首相不明，对啊，上面还是一个旗没错啊。楚文最好是，应该这是旗字吧？啊，大家说法各种不同啊。它没有甲骨文，只有到经文啊。算，你看，我觉得旗就是肾，有没有？刚刚不是旗可以通肾？对啊。哦、嗯，而且这个字，这应该是“奇”的那个字形类似。那我们再看另外一本国学大师的《有古文》是谁？碰到我们就了解一下，那我也想了解啊、哦。对啊，石敬秀啊，我不能光让你学，我也要学啊。像你们懒得学，那随便你，我可是很勤学的。博士不是拿假了，博士不是拿到就不废了，学无止境，博什么？那只是一个虚词啊、哦，暂时的一个名位而已。汉语大字典可以参考，还有这个古文字古林啊。汉语大字典，我们看这个好比较快，对不对？肾，好吗？它是肝呢、欸，不是鸡呢、欸，说文是这样写。甘甜，哎，很甜美。今天那个跟学生讨论啊，啊，这个就不用了，这个一样的啊，甘，从甘，所以它不是从起，我是怀疑它可能从起。后来字形变了啊，因为你看早期的字都没有，经文编竟然才这一个，那其他是。那么这个上面真的是有点像本鸡、哦、因为旗本来就本鸡的鸡啊，本鸡现在还要加竹字头，对不对？对啊，因为本鸡的鸡被拿去用其他旗快乐无理的旗，那本鸡这个字就不见了，要是给它还原回去，所以又造了一个竹字头的那个鸡啊、哦。从干，看有没有说从旗的啊、哦？啊，太多了，我不想看。我要喝一会时间呢、啊，我们否则应该慢慢看。甚至有一次，我们还带你们读一下，对不对？这只要有 OCR 就方便。来，我们复制图片。OneNote 里头有一个功能，就可是好像要桌面版才行，我不想装它那个东西。OneNote， 我网络上是有，反正我有 OCR 软体啊，比如说。
学校这个我有装。我们看里头有没有旗帜，没有就作罢。在这里，我刚才已经复制到那个这个，不知道剪贴不？我怕这里剪贴不录不过来，所以这里再弄一个。复制图片，它可不可以读？很不行，看它可不可以读起简约不？不行，我只好那个另存新档，另存图片，另存图档。好，放下载可以3121记一下啊，因为它3121。那我们这里来开启下载。他就会自己读了，去分析啊。这里有进度条，然后会分析啊。啊，这里会跑出来，哎，这样就 OCR 完了。那我们这里按 Ctrl F， 他还在跑呢，还没跑完，没有回应，在忙，给他忙一下。好，等一下再回来，请翻继续啊。我们是因为那个债字啊，债念债知啊债，它其实发里头的记一样，都声音变化的关系啦。刚刚才讲过知是不会转鸡，这个记是念鸡嘛，鸡会转知啊，对啊，所以知还不一定转的，还可以转鸡，因为它韵母会变。刚刚不是知于猪的那个是知于两个字的合音嘛，对啊。之于你拼出来，要么就变居，对不对？这时候是不是猪之转成鸡了？对呀、啊，这不就又一个例子？这个在，这里头是念祭嘛，祭拜的祭啊，鸡转之，对不对？哎，多好！这应该我们都要做记录的、啊，到时候我再上传更新啊。之转之，那碰到这个难得的记起来，字形结构兼一，对啊，对啊，这应该。这是最新的，我倒想这个也给它放到那个 Dropbox 哈，啊，这个把它存到 Dropbox 里头，这样我有很多电脑才能同步，反正这应该也不大，我 Dropbox 好像不大，还可以，这是很重要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个讲义啊，怎样厂商的口。用 Dropbox 里头就有，是不是？来刷新一下，有了，才57，当然可以了啊、哦！好，来看，知转机，你看前面只有知转的，啊，那么鸡七七转哥哥喝嘛，啊，鸡七七转港哥哥喝，哎，可是鸡七七还可以转知，你看。出也可以转机咧，啊，那一样出车跟支是一组的，有没有？对啊，啊，比如说，其实我们这里可以插来着，啊，这个要找国语词典比较快啊，然后后面这里可以再加几行。就是这样，学问就这样，碰到就记起来，啊、嗯，比如说
这个"鸡"是念"鸡"。可是这当然比较专业啦，这个就念在，对不对？然后之余的合音，对不对？对呀、啊。是变音啊，不是变心啊。哎，这样多好！所以原来知也可以转，因为这个是不得不变的啊，这个。声母变了，你这个这是支转成什么？转成鸡。可能七也会有啊。对啊，先这样啊，我们根据目前有的事实啊，不要啊，看这样，到时候我们更新那个教材呢啊，就上传就可以更新，这样比较方便，常用的在 Dropbox 管理啊。好，来看他那个好了没，查一下，等下忘了我们在干嘛、啊。好了，你就查有没有齐。没有，哇，好惨，一个旗帜都没有，还是他识别字啊？那个、OW 吗？哎，有啊，哎，四旗立正，对不起，马上，还不错，他会马上选的，对不对？一七七七，啊，往下，就是网络不顺啊，它有那个音效，才这两个那就没有，啊，没有说它重启的，啊，反正我们真的合理行业，也许这个 OCR 编制有错误啦，不管它了啊，来知道个概念，好。可是你看我们刚刚那样推，有没有棋真的有通胜啊、哦？没有，所以很疲惫、很憔悴的百姓，对不对？然后他面对的是这些，不是美女啊、笙歌啊。然后呢，招抚，你看又是文学语言，是不是早上的时候去抚，然后晚上的时候去许的？不是嘛？那抚许什么意思？也许你都不会念，对不对？都是生字好，相对位置，你看都是朝暮，是不是有关联的？对啊，早上的啊，这都文学语言，不是早上做这件事，晚上做那个，表示早到晚都会这样。其实就朝暮这样，抚许啊，这许就是给他温暖嘛。我们说和许的阳光，白话还有哦，啊，就是给他温暖，给谁？这些可怜的百姓嘛。那早天这个抚有点类似上面的抚。人家给他的安慰，对不对？抚慰，抚慰他们艰难的日子，对不对？对，这时候这个抚跟那个抚是通的啊、哦，这个也念抚，就念抚摸他，抚慰他，啊、哦，我们查一下词典吧，这是有点生字了啊、哦。智慧难言也是第十个方法，十全大满贯，九阳神功，九阴真经的外招了啊、哦。可你别忘了，他字形流右边也念复，对不对？声调不重要，它得变三声嘛。你看，这是跟抚摸有关。你看，对不对？拍打、抚慰，对不对？抚恤啊。然后呢？以前昔何以乐，今何以苦？啊，这很好。
又来了，和也是一个重点要学的啊，几何几何，几就等于和啊，我不是，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数学那个叫几何，那一定有古文能力的老学者，不是我们现在这种现，你看几何是什么时候命名的，对不对？那时候都有古文根底啦，你叫现在的年轻人数学家去命名，他能命名几何这两个字，那中文能够命名几何吗？太难啦，我都命名不出来嘞，啊，所以我连。文言语文能力差你怎么办？你专业的恐怕都很困难哦。对啊，因为你在用这个语言，你要表达，你要表达那个学说，结果语文能力那么差。以前这个和就是，我问你什么叫为何？为何不就为什么吗？那和就是代名词，还是代名词嘛？代那个原因嘛？为了什么原因，对不对？那这里的和，这里的和是什么？何故？什么缘故？你看什么还是何啊？故是缘故嘛？啊、哦，是什么啊？这疑问代名词嘛？不是代名词啊，是副词啦、哦。何必？何故？对啊，何故？为什么？何以乐？哎，可以。啊、哦，为什么？所以一个何就表这里何不是为何的何而已了，它整个就是为什么，对不对？因为你为何等于为什么嘛，这时候的和是等于什么没错，可是他现在这个和是怎样整个包住了，不是光什么而已哦，为何啊、哦？以前为，所以我说这个难，我也不一定现在马上能掌握，就像我当初怎么掌握到所以慢慢推嘛、哦、以前为什么何以，当然不是嘛，这里不是呢，应该是习何乐今何苦，这样才能为什么，何以他怎么说，还是回来我们这里，这个以又是什么意思？以这一堂课你看碰几次了，以又什么因和用这两个基本意思，你觉得这里是什么？因嘛，习和因而乐，那倒过来读叫因和而乐，那还是为什么，这个和还是什么嘛，为不就因，以前是因为什么缘故这么爽呢，对不对？那现在呢，又为什么，为什么就是以何嘛，何以啊，要倒过来读以就是所以啦，这何也是代名词嘛，就为了什么缘故才会那么辛苦、哦、懂了吗？这样就会读了啊，我们不知道第一次讲解有没有这样读、哦、没有的话刚好这一步，这样才真正懂何是什么、啊、这个都不要放过，趁那个机会学好，以后碰到了驾轻就熟，就像我们现在啊，锁和那个，尤其锁这个字学的那么痛，还有乙这个字啊，对啊，就不难。你看这时候就用到乙这个能力了嘛，啊、哦，何以苦？以前是为什么？为是这个乙字，对不对？什么是这个何字？以前为什么那么快乐？现在为什么？这个何以就好像我们讲的所以然，对不对？为什么是这个缘故嘛？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啊，就是为什么嘛？这里的所以是读成为什么？你们。丈夫妻子相嫁，同一样都是男人，对不对？吴王跟他妻子就是身高差不多，相下就相类似相像。胡所又是这个，胡所遭，你看所又出现，刚才讲所学好，胡所遭苦乐顿意乃尔，这个乃还是竟然的意思，刚刚学过。惹了，刚刚也学过，然有这个样子，如此的意思。不过尔尔，不过这样这样而已嘛，这叫不过尔尔，对不对？然后还有什么尔啊？一时想的啊、嗯，对啊，生活还在用啊，竟然会这样，这样就是这个儿子。那顿意就是他们的差异，这个顿是不是刚刚讲的瞬间的？不是，可是有关。这意思就是好像瞬间可以跌落那么多。瞬间可以差那么多，就形容那个差异的程度很大，对不对？竟然差那么多，那么多就是顿字，竟然差的那么多，能够到这种程度，竟然是这个乃字，乃顿意、啊、竟然差那么多、啊、假如读成乃顿意耳，这个耳可以当语尾助词、啊、就不是如此的意思、啊、
要自己注意啊。这个胡是何以的意思，就是前面那个何，可是不是什么啊，这就是为何，懂吗？这就是那刚刚国师先讲何的，因为为何遭遇的苦乐竟然差异对不对？这么多啊，就是这个意思。或者这么多像这般，这么多像这般，如此这般嘛，就是这个意思。哦，像这样差那么多也可以，对不对？可是你要倒去读哦，白话文法才对，懂了吗？啊，你看所又来了，这里所，你看它的名词代名词属性被后面的苦乐这个名词出现了，所以它变成什么形容词？是什么的苦乐？遭遇的苦乐，对不对？为何？何故？就是这个胡子，所以这个何才是真的为什么，不是什么了。那这里何呢？因为它有以，何以？所以还是这个何还是什么？只是代名词，是不是很像那个所会这样一直变？对啊，这个是代名词，可是这个呢，这个才是真的副词嘛？啊，遭遇的苦乐是修饰遭遇的苦乐，为何差那么多？是不是？对啊，虽然又来了，是不是复习一遍？多好，雷斯佩先生来给我们复习。虽然如此，对不对？对啊，不是白话那个虽然。虽然如此这样，可是怎么样？所以虽然你是翻成白话就是可是，就是一个转折嘛。虽然如此，这个然是如此，跟这个前面第一个读法一样，对不对？如此，如此又来，此是带什么？前面讲的情况，虽然差那么多。可是呢，人生有涯，苦乐有穷，对不对？人的生命是有边际的，对不对？会有终点。那苦乐呢，也有结束的时候啊，也有时候苦，有时候哦，那个穷游我们就用这个了啊、哦。只有山水为无尽啊，山和水，我们现在也知道世界会坏空嘛，对不对？所以山水当然有尽，可是相对于人和人能够享受的苦乐，当然会比较是没有尽头，比较长，对不对？啊、哦，那超它反正用正体字了啊、哦。为山水为无尽，这里应该分号比较好。虽然人生有涯，苦乐有穷，为山水为无尽。那我们超秉持的，我们说超持，所以就秉持的啊、哦，秉持的我们这个有穷的，你看这个穷字，它要用这个字了啊、哦，两个有，啊、那人数。操着这个有穷的什么，你可以说玩具或躯壳，具有这个神圣，什么意思？就是你的生命嘛，或者你的苦乐，是不是？这是你所拥有啦、啊，这是不是有穷的？前面才说有穷有边际，然后有无操着我们这个有限的生命或有限的那个哀乐啊苦乐，然后有怎么样？由无尽之间，那前面讲什么东西无尽？山水，所以在山水之间游历游玩，对不对？哎，我们怎么会变？好的，没错。那这游也是这个游字，啊，这一堂也是嘛？为什么每堂都那么长？由于无尽之间，由于山水之间的啊，而能与之。这个能也打得出来哦，我们学一下它是什么猜码子。这个网站比较顺，我们就接有它。我主要它的仓颉码啊，一体字还要仓颉这个，来，这怎么猜啊？仓颉码。IBG 它是当土啊，IBG 对土 I 什么对哎而能与之俱不与之与他代名词之是谁？当山水，用我们有限的生命和快欢乐，在山水之间旅游，而且能够跟那个无尽的山水
一起就是聚嘛，一起不朽，不会朽烂的，只有什么的东西嘛，得什么要看上下文才知道得什么，这明显代名词，只有文章吧，哦，大概只有文章，那个其就有点大概推测啊的意思，其为文荒乎啊，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嘛，而其其，就有点预料、期待、其预料的意思啊，期望、预料，大概啊只有文章的吧，啊，因为人会死掉嘛，躯壳也会腐朽，可是文章，我们在山水中游玩，我们的哀乐也会随着我们死亡或者我们生活环境变化就没了。可是我们留下的文章是不是可以传代后世，就像那些山水一样的无尽一样。那袁宏道他先生呢，袁先生，我的朋友袁先生的诗和词记，还有就是记就还有以及啦，记就是有汉的语的意思，记杂，你看 他的杂也是一个一级字，打得出来了，太好了，杂注，他的诗词还有一些什么杂注，杂七杂八撰注写作的著作的东西，对不对？就是一些小品文、散文啊，或日记啊、心得啊，记载在记载，对不对？在资编者，就是在这一篇锦繁集的，对不对？这一篇就资啊，这一边，这一边当然就是指什么？没有这个字啊，它没有上面那一撇。这个者也是的啊，他的作品收在记载，就收编在这一边这一本锦繁集的啊，的什么的作品嘛？前面讲作品，对不对？大端就大概啦，大概的情形。那机智几出啊，这我就不顺着他写乙啦，因为他明明知道是文字啊，他是异体，这个古文的乙啊、四啊、几都乱混的啊。我们现在不需要这样啊，不要呆呆，不是愚忠的去忠于原文啊，不需要。那异体字是有必要，因为这个像那个，那电脑既然发明这占了一个资源，你就用它，不是？干嘛弄那个字来呢？有就用，只不过后面在运算搜寻的时候，看谁把这些异体字啊规范好。他说搜寻标这个字，我打能就会查不出这个，这个文本就不好了，对不对？这样反而是太忠于他原著，结果资料反而不好查，对不对？那就要看搜寻引擎的智慧啊，人工智能的改进啊。收在这边锦繁集的大端机智写，大概就大端大概的情形。机智其实这机是啊，我们讲机心，对不对？有机关算尽，对啊，就是他这些灵感、这些创作的泉源、这些特殊的这种表现，都从自己。注意啊，又来了，白话自己不要被干扰了，要用断句啊。这从就自台北到台南的从啊，就自嘛。从就己就自己单字想不止啊，从自己出来的，不是靠别人的啊。然后师从，那从是这个啊，这个比较像，他的思想是从底抽。底哇，底就差很多了啊！我不管了啊，跟那个啊，哇，这个句话有点难。什么叫丝从底抽？我那时候是怎么读的啊？可是难没有关系，别忘了相对位的鸡从挤出丝从。你看你字不知道是从，相对位只有从嘛，虽然那个一体字你可能不懂啊，就这个从啊啊。所以也猜得出，反正就是自己的意思，他不是承袭的别人，不像富五块好像要模拟以前的做法。那师从体抽就釜底抽薪嘛，真正由衷由自己的内涵散发出来，没有任何的假借和模仿啊，没有任何凭借。然后直眼前行，拿着你看跟手部功手部的那个动作有关，所以他从手部啊
没有那个一体字，我们就打了啊，剪抓住了，直击眼前，就是在眼前怎样抓住了这个风景，这要道叙同主才读得懂啊，直击。就他描写的这个山水，前面才讲游于山水间嘛，啊，就直击眼前，就是他抓的这些景物，哎，抓就那个直字啊，这些景物景象都是眼前亲眼看到，不是在那想象或者模仿人家曾经游历的，然后你照着再写一篇，就是他真的是写生，对不对？写眼前真实相，然后运经向外，啊，直击眼前意境向，他抓的虽然是眼前的景物，可是怎样？他运用的这个精神，对不对？他寄托的这种情思、这种情感呢，可能是超出你表象看到的、表象看到的东西，啊，超出表象看到之外，就是向外嘛，啊，所以表示你看，眼前看到山，他可能从山里头领悟到了什么？山那个表象之外的什么精神或者含蕴，啊，它的含义，对不对？就是这样，啊，它的意涵，啊。要运经啊，把那些山水里头含有的含义或者那个精神呢啊，寄托在文章里头，不是只记录山水的样貌而已啊，就叫向外啊，样貌之外嘛，这向就表象样貌，所以它不是光死板板的描绘山水的样子，还有运它的什么精神或灵感或者感触，对不对？都可以包括在经里头。哦，这个经就是精神，跟精神现象或我们讲七星大法里头精神现象或心理现象有关。取而读之啊，我们如果取来读之，这个而又来啊。之前好像在一起读那点讲座资源，就已经发现而真的可以通来之啊。取来读之就很顺，所以来也是当连接词用，对不对？我们中文里头对，取是一个动作嘛，读也是两个动词，要中间要有一个连接词。那如果你取，你看那个谁取谁读啊，就当省略的主持啊，也就读者，只要有人或者哪一个读者取来读的他的话，他代名词太嘛，他这些运经向外直击眼前的作品啊，机智举出丝从笔抽的作品啊，然后拿来读之呢，读的读他的话，言言字字，言言就是字字啦。你当然也可以说这里言是言语，就每句话就不是一个字啦，你可以把它成言言就是字字，就是七言结句的言嘛，哦，所以他这一句就是白话里头常讲的字字什么句句，没有不想要飞起来的，这就是哪一句话叫跃然纸上，你看我还打出来，在好像在纸上面跳跃起来的样子，这个篮子的样子，懂吗？那跳跃起来不就飞起来？对啊，换句话说而已，就是飞才会生动嘛，飞动飞舞，对不对？就感觉好像有生命飞起来了。他形容他的文章好像有生命、有灵魂这样。你只要读他的话，每一个字都好像都有他的灵魂在那飞，在那存动啊，在那飞舞这样。真是令人手舞足蹈而不觉者，皆皆再三的感叹。后啊，是这个后。没有没有，后霸业而尽者，此水乎？啊，那霸业当然也知道呼应前文的吾王夫差，对不对？他这句怎么读呢？在霸业之后，你看又省略了在，而完蛋的就是这个者字，完蛋就没了，不见的啊，尽就不见了，对啊，啊，赶尽杀绝就杀光了，对不对？池水就是这一条锦凡经吧，啊，把就是胡子月，意思就是你看霸业已经完了，对不对？吾王夫差已经完了。可是这条水还没完，对不对？所以他是不是在八月之后才完？至少目前还看到没有完。总之，他哪一天完了，也是比八月之后，对不对？这折还是得啊？就这一条水啊，这条别忘了，啊，前面的锦凡经，与这条水而俱无尽者，和这一条水
聚没有穷尽，都没有穷尽。前面提过什么东西无穷尽？山水嘛，那他得知道这个井然尽这条水，这者也是得，和这条水都可以达到无穷尽的知极乎？的那个的是什么？他后面补充的，就是这本文集啊，是不是？这个阿六的呼字嘛，就推测，就推崇他这本文集可能可以跟《井盘经》一样流传久远，不会像乌王府山一下就我成为美人狂徒的霸业烟消。前面不是有这两句对？夫，这里不是夫君呐、啊，夫君呢，老婆称老公，这里不通嘛，不带回我这里是断句，夫君耻最少。哎呀，对不对？我们白话还有一个词，我最近才想到"夫复何求"啊，有人就讲，这"何"也是什么嘛？哎呀，还这个"复"就"还"嘛，还怎么样？更怎么样？对啊，还求什么呢？对不对？我有老婆如此，我有孩子如此，夫复何求？哎呀，还求什么呢？还有什么好求的？还有就是这个"复"字，它省略了"有"，对不对？还有。什么好求的也可以，是不是？这样反而比较顺，对呀、啊。啊，所以他这里是夫君啊，这个袁先生呢、啊，我朋友，他的年纪最年轻，他的最反而是写宝盖头的对。那么这两个就差一点啊，不是宝盖头棉布，对不起。可他这个右边反而他不是这个，他是人呢、欸。对不对？没有就用这个吧，啊、哦，因为他是这样两点，他的年纪是最年轻、最少年的，翌日就是改天嘛，改翌，对不对？对啊，翌日就改天，就未来嘛。名山之业，未可涯逝啊！名山之业什么意思？就表示他的作品可以长治名山，流传永远，就是前面的无尽嘛。啊，与这一条水无尽，未可涯逝，就是没有涯。前面才讲有涯，对不对？没有边际，就没无可前途，未可什么限量，有边际就会有限量。你说"逝"是什么意思？没关系，你至少知道"涯"会放在一起的，通常就是同义副词或偏义、反义，只有这三种情形。那你押一个宝嘛，三选一，通常最多情形都是同义副词，就"涯"就是"逝"，"逝"就是"涯"嘛。就是编辑，那"是"你不会念，就没办法哦。除非你懂这个字，这个也念"是"。你说有边读边读右边"乙"也可以，因为它就是读右边，只不过声音会变，它跑出一个"思"这个声母，所以念"是"。和它韵母跟"乙"其实还很像，对不对？"是"的韵母就是"思日"，"日"跟"意"是不是发音就很像？对啊，韵母其实一样。乃井。未可涯逝，乃井繁。我们前面有那个"与池水"，这里没有断"乃井繁，独托知己以残"。啊，前面讲过"乃"都有"竟然"很意外的是意思，这里也是一样，对不对？读了上下文，你也知道啊，竟然呐、啊，井繁经，对不对？又是有这个"繁"。井繁经这里井繁什么意思？不是井繁集啊，因为后面已经有知己嘛，井繁集，所以井繁这里当然是讲什么井繁经。读的，你看读也有那个异体字，好，出来不管它。读的是怎样？不是因为别的名声，不是因为吴王夫差传流传后世，竟然读的。你看这个读前面读雷斯佩的文章也有，他有强调，偏偏对不对？偏偏是托付这一本文集来用来有没有用啊？用来传给后世，其实才怪欸哦，对不对？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井繁集》，也不知道《井繁经》，对啊，除非你研究那个永弘道，所以这些都是狗屁嘛，对不对？拍马屁，对啊，自己人家自己轰了，可是你也不能说他没传。你看永弘道集现在还流传，对不对？对啊。哦，你也不能否定他讲的还是有科学的真理，对不对？好啊，所以你看，井繁不是因为吴王，所以他后面就讲啊，如果啊，倘若，对不对？如果亦吴王有之啊，哎，吴他又写这个吴了啊，倘亦吴王有之，应该读成倘吴王亦有之。为什么把"亦"强调？强，
为什么把预防在前面强调啊？这有点宾语自浅，所以我们要倒叙重组去读。如果吴王真的也有，你看就加真的就是把这个味道翻出来了，否则他就写成倘吴王亦有之，我们就如果吴王也有之的话，他虽然死了，可能灵魂有之，对不对？那他现在既然把"亦"放前面，我们就要翻成"如果吴王真的"，那个"真的"就是为了翻他这个倒叙。你看，白话文文又才来的，对不对？对啊，你看文言这方面很灵活，对呀、啊，所以他你看历千年不衰，你不能不服他。尤其他最宽容大度，就是你看借给你们用，你们还回来讨厌文言文，你办得到吗？你借人家东西，人家讨厌你，你还要借他吗？文又没有文言文，古文有没有跟你讨债？你讨厌我收回来不给你用。人不如文言呐、啊，丢不丢脸？看，对啊，所以倘啊，如果这个吴王啊，你这就不能翻什么话？如果也是吴王有之，这谁听得懂？对啊，应该是如果吴王也有灵感的话，对，可是也有的话，你就翻成什么？原文是倘吴王亦有之嘛，那平铺直叙，你没有把那个强调味道翻出来。那他为什么把它调前面？对呀，启灵亦吴王亦吴这里啊，我们要下一页。启灵中阳啊，是笔，是用草部的笔。不净西施，这我们讲过，我们就不讲了啊。不习令，净是令习的意思。不令习，让他的爱人、他的爱妾西施为袁宏道来捧砚啊。他是用砚，注意啊，这个砚这里要念砚，是通这个砚，懂了吗？我也是学翁方刚，我才知道，我本来也不知道。就这两个字是可以通的这个智慧能力，先学吧。为他捧砚台嘛，那启灵中郎这个要求园中郎，为什么讲启灵呢？对不对？有跟灵感有关嘛，所以叫启灵。希望园中郎你神来之笔，那神来就是类似这个笔你的天花妙笔能够帮我写什么？那我怎么？报答你呢？我怎么求你呢？我就不吝，请我的西施美女西施，对不对？我的爱妾，帮你捧砚台啊，让你去挥洒，对不对？而令善早见其有如是也这里有点那个我们还要回到而令善早，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怕有错误要注意上下文，才不会真的有读错。其他是这样，头。那是这个起。而令善早见其有如是也。那我们先这样。乃仅凡经我们真的有点读错，因为断章取义停在这。我想第一次解读的时候没有读错既然仅凡经是，偏偏因为这一部文集流传，然后呢，才让世人知道原来有仅凡经这种东西。原来仅凡集就是因为仅凡，难道竟然是这个意也是还是有强调或者你可以翻成。难道也是怎么样？吴王，也就是难道吴王跟以前的人传说一样，也会显灵，然后请人家做什么事吗？他的意思大概就这样所以难道也是所以这里反而就不一定有强调的意思。难道也是吴王怎样有那个灵感，对不对？显灵了，然后启灵中郎之礼，求园中郎帮他。好像
这应该是启灵，就不一定是其他的灵感了，应该是有点这样，吴王好像显灵了，然后好像让文中郎有这个灵感。那怎么样有这个灵感呢？不吝惜让西施为文中郎来捧这个砚台，所以文中郎文章才能写那么好啊，是不是？可能是这样，因为吴王希望他这个往事、这个霸业烟消、这个李景繁经可以流传后世，所以他显灵起，好像加持袁中郎的笔啊，让他笔写来好像特别有灵感，对呀、啊。然后这个灵感拿来了，除了吴王施以法力之外，那就是怎样？就是他可能还不吝惜让他的爱妾帮袁中郎磨墨，那么捧砚不是光捧在那，可能也帮他磨墨，才然后才会。我为什么就是读到这一句才知道前面应该这样讲比较对？才会上，而后。然后没有讲过，而后等于然后啊，这不再多说了。而等于然哦，有讲过哦，不知道在哪一集，可能不是我们那个虎丘记，反正你我都有听我们那个一起读。而后让就令嘛，让袁中谁善早，善早就是作文了啊，这就不细说了。让那个袁中郎作文，见其有如是，有这么有像有像这样，那个是又是于是的是这样。那么奇特，见其就是你可以读成现其加部首，对不对？显现的那么奇特，或者见其就是被称赞的，啧啧称奇。这个见就是见怪的见啊，被就有被的意思啊，见怪就被怪嘛啊，见笑就被笑的，被怎么样？很称赞，很奇特啊，觉得是奇迹这样，而令他写的作文怎样被人家称赞赞赏。有像这样呢、欸？啊、哦，写的那么好的这样，所以他怀疑是袁中郎自己写的吗？可能也是吴王有加持吧，就是他这里要讲的意思。那吴王怎么加持？除了他吴王有之麒麟中王，这麒麟有含有怎样，就把他的灵魂渡给中郎，对不对？加持他的功力。再来，这样怕还不够，还请西施帮他磨砚。啊、哦，这两大精灵加持之下，袁宏道的灵感当然就更源源不绝，更出，对不对？出乎。奇特了，对不对？胜人一筹了，就是这样。这奇就超乎一般人的意思啊。好，再来。所以你看，上下文很重要啊。我们刚刚就是一句一句读，就忽略后面，就容易出错啊。上下文都顾到了，当然就是周全。哎呦，好晚啊，也是2个钟头。鱼所立志，百花洲，这个鱼啊，就是将进士、将银车啊。哇，又来锁了啊。这应该我们都讲过，立志就莅临啊，欢迎光临的莅，我们莅临府上，莅临我们店面，什么莅临？我莅临的地方，我管理的地方，治理的地方，什么治理？所以他也是一个地方官呐、啊，对不对？所以他前面我用红道来笑他，你看我有这个嘞，你没有，对不对？以景繁经觉得很得意嘛，对，就是你将近之治理的地方没有这个嘛。那鱼所立，这里的立志啊，我管理的地方，这里的所是代名词比较对。我管理的亲身，这里立要翻的话，就亲自管理治理的地方的所在的或者的县市，对不对？哪个县哪个市？那么，百花洲在其前啊，我的管理的地方。我的办公室哎，前面办公所在前面有百花洲啊，在其又代名词在哪里？所立志啊，我办公的地方，百花洲在我办公的前面，对不对？而鱼日沾沾行民间，哎，它有从文符号哎，这个没有啊，就是它那个梵文嘛，那个啊。可是呢，这个应该有转折一个。虽然百花洲在我前面，可是我日沾沾行民间，不能能又出现了啊、哦，这样就会打了，对不对？不能有所，这个所它又有个勾了，对不对？题咏撰注，必此地托以传也，对不对？这是跟前面。做一个对应，你看我虽然前面也有一个百花洲，百花洲也是一个名胜啊，美景啊，
可是他的运气就不像景凡金那么好，他有袁弘道帮他留名，对不对？还有吴王的福泰的加持系这里。那我管的地方百花宗虽然在前面，可是我日每天，你看讲过一个日，没有讲哪一日，就是讲日日每日。我每日哎，沾沾行民间人，我们讲沾沾自喜，对不对？那意思就是他好像以这个怎样，有两层意思，一个就是忙不过来。行民什么叫行？我们说刑法，民要推理嘛，前面才学过民理，对不对？你推办案要不要推理？要啊，明争暗科了，就叫行民，懂吗？他做县长，你们以前你们也知道，以前县官对不对？那开封府。包青天都要办案的、啊，对啊，不是光做行政人员而已。那时候是行政司法是合在一起，对啊。他就意思每天要处理很多公文，还要审理很多案件啊。在这期间，在这中间怎样，不能有所提咏，又来说了，有所提咏就是有提咏的作品啊，跟前面一样，有提咏专著的作品就叫有所提咏专著。就是不能有所有一些作品写出来，写出来让什么？让就是避字，使他就死嘛，死是代名词，代死是什么？代什么？死百花宗啊，此地他这里有讲很明显的，此地当然是百花宗、嗯，托我的作品来用来传给后世，他托什么东西审阅，对不对？托我的作品，那我写了，他可以。我的作品如果流传的话，他也可以借由我的作品传给后世。当然，你的作品要够好才行了，是不是？啊、哦，我想他的名声没有袁弘道好吧？对不对？可是你看那个像司职存，今天他们选晚明小品，可能也会选他的哦。在小品文派、柳派或光爱派别，他可能也有一席之地，对不对？可是毕竟在文学史上，他也只是一颗小星星，甚至不是星也有可能。那么则啊。对不对？则百花洲的遭遇，对不对？他是写这个遭嘞，我们就不管了啊。不带资金也很不急，不带就赶不上。我们可以逮捕，是不是就抓得到？抓不到就赶不上嘛，赶不上才会抓不到啊。对啊，就赶不上这一条锦凡金，对不对？太多了啊，哦，差太多了。对不对？远胜，前面才讲那个太多，对不对？也是后位修饰，对不对？差得远，太多太多了啊、哦！假死哎，你看白话又来了，对不对？那文言还白话，假就是死，死就是假，就是假设的意思啊、哦。死得《诗经》有云啊，假若假借啊、哦，一个设问啊、哦。假设呢，西施有灵感的话，问江郎梦中之笔啊。问江郎梦中之笔安在？不宁，你看不宁，他又用一次了哦，不才，所以他那里用是有刻意的，对不对？刻意嘛，他也是觉得他的文笔不行，因为忙于公事啊，荒废。不宁无此之对，这里他是讲，可是问你们为什么用西施有灵问江啊？可见那个百花洲可能跟西施也有关哦。对啊，来我们查西施，那时候讲解好像忽略，是因为西施以前是浣花，浣溪在浣溪在溪边洗衣服的，然后被人家发现很美，懂吗？可能有典故哦，那时候好像漏点，所以西施才跟百花洲弄在一起啊。嗯，你看虚门伍子胥有可能哦，你看。果然有关，还叫西施洞，哦，重要名人，不是这可能相关的一件，哎，那他们两个管的地方很近哦，对啊，是不是？百花洲、锦凡金，反正都跟西，难怪西施要来讨债，哎，我请袁弘道帮我们留藏我们这个曾经游玩的好地方，结果你江静是在干嘛？没有好文章帮我们留名后世，对他来说，西施会不会来跟他讨债？假使西施有这个灵感，来责问追问江郎梦中之笔，嗯，对，别忘了他姓江啊，江静之，江盈科。那这个江郎有什么？
江郎才尽，有没有听过？对，有这个成语，这个有典故的啊，那个是江淹，他这也是用的啊，用故意暗用这个典故，有一语双关的意思啊，用这个双关的修辞法，所以他也姓江嘛，刚才就是这样用江郎才尽，那他也用江郎，嘛，原来是指江淹，我就不讲，你们自己看一遍哦，或者查啊。就一样啊，柴进写不出佳句啦，他也是江郎才尽，就用来用那个典故来自比。问江，然后跟梦也有关，对不对？他梦有没有？对呀、啊，这里不是西施，这是郭璞所。可是西施也不是所他的笔，他是这样问：哎，你的笔何在啊？在哪里？又来了，那个安是何，也是什么的意思？在什么地方？在哪里？有什么或哪里代名词嘛？地方代名词，在哪里呀、啊？你的笔呢？对啊，怎么写不出一个好文章？写百花之后，你看《锦盘经》，我跟王夫差的那个有袁宏道帮我传你的百花之后，空白一片，怎么行？那我不吝哎，我就没有词字对的去回答他，这个叫字对。安字放字，对不对？放字什么？对答啊，放字对答就是。对答啦，哦，只不过用这个动词形容对答这个动作，对啊，字对，这字就我们说设字啦，我们有设问，对不对？设字比较好，不是安字，我们设字，对不对？对啊，我为什么会这样想，你知道？因为有我翻过一次跟斗，就是在那个。啊，郑人有且字闾者，哦，韩非子。那你的字我是读成放字，结果学生在考期末考跟我讲说够字的字，我说啊，好好。就后来才发现，原来课本的注释这样写，我还以为他好厉害，怎么想得到？我想，然后后来课本注释这样想，我才想到去查，果然汉语大字典有啊，字有够是怎么来的？他有引出出处，就是陈其游先生在。韩非子教师就提到，可是你看，即使陈其游先生不教师，我们单字想副词想到"够"字，不是也可以吗？你看都打得出这个词，对啊，所以应该是郑人有要买"够"字，想要买一双鞋的"够"字才是对的，不是"安"放字。我放字为什么觉得不会错？因为读后文也是，他好像这里放字是什么？本来要买这双鞋，鞋都量好，他把鞋放在店里不拿了。要先回去拿他量的尺，这样也对啊。且自履，姑且先放那个履嘛。那结果造成后来那个鞋子就买不到了，有且自履。所以其实放字也不算错哦，可是够字也是不得了啊、哦。你想到这个，对啊，就你看，就像刚刚讲了，够字什么意思？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啊，公家机关够字什么，白话都在用，生活都在用。问题够什么意思？字什么意思？原来。是同义副词啊！刚才讲你字哦，购买安置吗？购买之后放置在哪？我以前是以为是这样，可经过韩非子这样一系列，所以文言文很废嘛。他不这样，你怎么会？哦，购置原来是同义副词，就是要购买嘛。购就是买，买就是购啊，就像购就是自私就是买，购买置三个字原来是同义。啊，所以我刚刚就是看到这个字。还是因为上一次叠了一个胶，我这一次就谨慎，再多想一下，多花点时间想，想到什么设置就好，很棒。你刚刚安置就怪怪的，对，我就还扯到什么，所以石敬秀安置一个对答，你看，因为设有什么设问呐、啊？你看你打得出来，既然可以设问，可不可以设对？可以吗？虽然没有这个词，问你，你对答如流。问对本来就是，既然可以设问，为什么不能设对？就设有假设的意思，假设一个问题来问你叫设问，对不对？对呀、啊，我就没办法设对了嘛，那我就没办法假设或者借一种对答来回答他了。这里应该是设问的设，就设置的设，设置一个问题，这里是设置一个说法，设置一个回答的文稿来回答他嘛，应该说法比较适当嘛。还有什么词？一个说辞，对不对？那我就没办法，那设置一个奢侈还不是很好翻译，就是这样，准备一套说辞来回答。哇，你看这完全都翻得很好。
多好！我想网络上也只有我们对他的一篇文章注释翻译了，是不是？还有解读，别忘了。哎，石敬秀啊，精神、体力啊，时间全都供养大家了啊，以此功德。等一下，我要好好念回向经。我相信阿弥陀佛也很高兴，那个庄严佛定，对呀，万历。你看，这个就是这个，那个明明是己，他写成什么乙啊，甚至类似巳啊，我们就不要管那个，我们就写己，因为天干地支一定是己嘛，甲乙丙戊己庚辛壬辰啊，那个家平，什么叫家平月？然后这个是朔，只不过它是写异体字，我们就用那个阳啊，阳月嘛，只不过我们那个阳月它书法美给它变弯的了啊，它写直的。看这里空四格，啊，是写门下士，文谦光士，怎么断句？门下的学生，门下的人士，门士就是人士嘛。那人士，门下人士通常都是讲人，我们说师门师门，所以门下士应该就是学生呐，啊，在他门下。那姓文跟海贤老和尚书信一样啊。海贤老和尚姓文，名什么贤啊？清贤、川贤，哇！天天看听海贤老和尚，你看不认真听着这样哦，我该烂熟鲁鱼胸了啊！书到用时还是方，这书是书写，所以这个书法也是书法的书，这个字是文谦光的是，可是文章是谁？是江盈科，就前面提的嘛，江盈科体。我们看文字。文章是这个，所以你去庙里头，有没有篆？篆和书不一样，篆就是写作，内容是他篆的，可是呢，书法是这个写的，他的学生文谦光哦，不是江盈科自己写啊。那我们先这样，再回来看这一页，这样就圆满了哦。那他这也错格式啊，这不是那个。哎呀，这里要那个也忘记了，就换行。我你等一下看那个有没有这一个符号，刚刚有接啊，那个还要加一个段落符号，忘记。这样啊，圆满。好，我们现在看文字版，9点，明天要上班。我们等一下看什么叫家平月啊。你知道这个跟生活什么关系？有，这才花时间跟你们讲。你到庙宇，因为我在那个万华龙山寺，有没有？艋舺龙山寺，你看那个还有康有为写的对联呢，门联呢，我都看，你不信你去看。那他的那个匾额"光明禁欲"，那个是于右任都名家哎啊，龙山寺，所以他是台湾的台北的那个名胜古迹嘛。他那个门联上面都会写谁撰，表示那个门联是谁写的。可是他后面会写另外一个撰，这个撰，表示他可能用篆书写的，就会写这个撰。那只要不是篆书写，通常就不会再写什么隶书、楷书，不会这样写。只有篆书会写一个撰，那就表示这个书法是另外一个人的。可是撰的话，就是他那个门联，对不对？对联是谁写的？那个内容是谁写作的、创作的？那这个书是书写嘛？谁的书法？像你们刚刚看到，对不对？这个书法就是文谦光的书法。只要你要研究这个人的书法，这个就是他的作品，可能也只剩这个理由了。可是这个可，对啊，只有这一篇序文里头也不是他的书法文谦光姓文名谦，就这样读就这样。有没有这样排版？是不是就很像原文啊？很棒，对不对？那家平院，你看家平，你要去查，这专有名词，这个没办法，我也不知道，我也懒得死背那么多那。十全大补，那这字典一查就知道，这也不是重点。那你看文人就附庸风雅，他不喜欢乖乖写什么月，就故意换个字嘛，淘汰我们这种不懂的，对不对？白丁，命历12月，原来就腊月嘛。你看他也不写腊月，写家平。那为什么家平有腊月或者12月的意思呢？你看王念孙，清朝的大学者啊，《广雅士论》里头4篇，跟天文历法有关的，就是说腊是所也。这锁是绳索还是线索还是搜索？不知道。
我们就是锁，对不对？先这样子。下时候，下曰清室，阴曰家贫，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夏是指夏天嘛。上下文你知道这个阴是殷商嘛？夏商周，对不对？对。夏朝的时候叫做清室，殷朝的时候叫做家贫，所以在商朝的时候腊月是叫什么？家贫。所以他明朝人他用清，他用商朝的，懂了吧？你看这不就附庸风啊？那干什么？然后到秦朝统一中国了才叫腊，所以我们现在熟悉的腊月应该是秦朝才叫腊。那周朝也叫大腊，这个应该也是念腊，有没有？那个现在猎打猎的猎简化字右边就那个啊、哦。你不知道这个念什么的话，来打一下，这个应该打得出来。这从四部嘛，你看。为什么那么慢？这念炸嘞、哦、年终祭祀大炸、啊、周朝叫炸，那、啊、我们现在用的是秦朝，就好像我们现在说正月初几，为什么念正月？那也是秦朝念正月，不念正，因为他要避讳秦王政、秦始皇的念正，你念正月好，正再交叉，犯大忌讳。那锁什么意思就不知道，锁可能是什么？我觉得是萧索。离群所居有没有？离群所居，什么叫所？孤孤单单的住。萧索就是萧瑟，对不对？很凋零。为什么？年终啊，万物都凋零了嘛。好像离群所居，孤孤单单，零零落落，稀稀疏疏的这样，对不对？有可能。你看方法好不好？我不敢说对啊。啊、哦，哪一天你如果发现答案是这样，你就来检验我们这样读对不对？绝对不会是神所，待会儿说没意思。可是你看，想到腊月年终，是不是就是很离群，像离群怎样孤孤单单的，一个离开群体去怎样所居？你看放在一起都有相关字义，所居就一个人，就不是群体的居住嘛，不是群居是所居，对，就孤孤单。那你看冬天，尤其严冬，不是。年终的时候就是万物的像锁什么意思，一个树木上面叶子很茂密叫茂盛，对不对？那只要叶子掉光，它不是孤孤单单的枯枝枯叶，那个叫什么？秃秃的光光秃秃，对啊，那不就类似这样没有人陪伴，这样没有叶子这样繁盛的，对啊，对不对？我想应该是这样、哦、好，更名腊月家贫，秦始皇，哎，秦始皇本纪为什么说秦始皇到31年之后把腊更名嘛？更名腊曰家贫，更名了腊叫做家贫，奇怪。那这样好像倒过来，应该是秦始皇才叫家贫啊，他把腊改掉了嘛，好奇怪哦。那王连生怎么这样讲啊、哦？所以家贫就12月，你看，这完全是智慧能力，对不对？耍花招嘛，这你懂得多了，就这样搞怪。哦啊，这个也是个超级大的档案。那我们真的下一节课就可以进入课文了啊、哦。现在躺一起了，这个也圆满给它整理好啊、哦。然后看这里，这个也给它做好了，这个开头的这个啊、哦。好，谢谢大家一路陪伴。当然没有了，我自己幻想文学语言。好，那我看我们这个下一页是什么？需不需要再帮他整理？应该不要，不要越扯越多了。啊，目录就不管它了。那我等一下课后我自己再编了啊。好，就不浪费这里的时间了啊。我这里等一下我给他们改一下啊，要整理。那大家夜梦吉祥啦，大月精进啦啊，很高兴啊，终于圆满，准备进入虎丘记的课文了啊。那么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